大家好，今天来跟各位分享一样是小花编织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，小花编织的过程中在使用，其实小花因为它编织的那个解法不太一样，所以它其实是有弹性的。也就是说您可能在使用过程中，它会因为你的承载，你的包包或者是你手机的重量的程度来加长。这种延伸法呢，实际上对个头不高的女生们来说其实相当吃亏，因为你会越背背带越长，然后就觉得很不舒服。因为你长的背带会让您在行进间啊，或者是在使用手机的时候会有碰撞的问题产生。所以呢，青就想，如果我们它是一个调整式的背带，是不是会比较友善一点？但是呢，调整式的背带呢，如果你单调一边，另外一边又怕它移动，所以呢，青又想到了一个双调的办法。那有了双调的办法，是不是在整体的使用上就更 easy 了？你可以透过这个长度的调整来帮自己的行动力加码，不会说哦，因为背带绑住了您，受限了您的行动力。所以呢，青今天又跟各位分享这一个属于双调式的长背带，小花双调式长背带。好，那我今天就跟各位分享这一个。这个作品呢，我把它一分为二。什么叫一分为二？我就是编出了两条的长背带之后再来做组合。所以呢，我们所需要材料请跟各位分享。第一个当然是钥匙圈，要两个钥匙圈，两个，因为我是两条嘛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，我总共需要两组的线材，需要两组线材。那这个平结部分，平结150公分，总共要两条，因为一组是一条。再来就是小花，要编织小花的部分，小花是330公分，一色一条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依单线单组的制作法来看的话呢，就是要一个钥匙钩，150公分的一条，330公分的两条，双色。好啊，总共要两套。好，这就是今天会用到的材料。那我们开始来做第一线编织。我们先来做挂线动作，把我们的那个330公分的找出它的线材的中心点，然后做挂线。好，找出中心点，然后你就这样穿过去，然后呢这个圈打开套过。好，然后麻烦各位一件事哦，因为如果你的线长没有一样长，你后续在编织的过程中有可能因为线长的问题造成您作品的偏差，所以一定要把它再检查一下，它是不是有一样长。好，那这个第一个挂上去之后，我们再来挂我们的第二条线，相同的方式来挂线哦，一样找出中心点。找出它的中心点，然后一样挂线，这样子。好，下去。那麻烦各位一下。这一个这两个要都要在同一边，都在同一边，然后各位把它调紧，然后当然就是还是要检查一下我们双线有没有平整。好，有平整。OK， 好，那这就是我们的挂线完成。那我们再来做第一个平结。我现在先暂时先把它粘在这里，暂时哦。平结，我们要先开始做编织了。我们的平结总共先找出这个平结这条线150公分的这条线，找出中心点来，然后呢把它做平结编织。我们要编几次？编7到8次。那随君所好哦，各位如果喜欢7次就编7次，喜欢8次就编8次，我觉得还好，因为7跟那个整个距离来讲的话算可以。好吧，然后一样哦，中心点长度要一样，长度不一样会影响你后续整体的作品的变化。好，然后呢也把它拉紧，都把它调好。好，然后呢做7到8次。好，这边2次。两次。好，那有人问我平结怎么做。我这边小小示范一下。当你这个结在这个位置，这边有个横跨线的时候，你就是这个地方要横跨，然后呢拉起来穿过去。好，这样子就完成了。那横跨结在这里就换这一边，这是一个概念，只要把握它的那个脉络，实际上在编织过程中您还是可以很方便又很轻松的去完成它。好，我总共编8次。7次8次其实都还好。好，编完了这个位置之后，我们的无限延长这个地方编完了之后，我们要来编小花咯。
好，我们来编小花哈。那小花呢，我们这一次的编法呢，我们可以选择第一朵花看是要深色还是浅色，随君所好哈。那我这次使用深色来做第一朵小花，好，那我们就是把它这样交叉，然后穿过去。我们要编五朵的小花，小花第一朵第一个花瓣哈，第一个。好，再来第二跟第三个花瓣齁，然后我们现在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怎么制作，简单分享一下。白色在这一边，白色用右手握着，然后呢这样子横跨，蓝色压白色过洞往上送，然后呢再来是白色要压蓝色，因为我们刚才是反过，现在跟刚才是反过来的齁，刚才是蓝压白，现在是白压蓝齁，压线压挑的概念齁，然后就这样往上送。好，第一个结完成，接下来我们要换另外这里右手边齁，白色的握着，然后呢蓝色压白色，第一个蓝色压白色过洞往上拉紧，再来白色压蓝色过洞。好，第二瓣花瓣完成，那再来第三瓣呢，这两条白色是平解嘛，先不理它，往上送，然后深蓝色自己交叉，我们刚才编织是深蓝色嘛，自己交叉，然后呢过浅蓝。好，然后把它拉紧送，往上送拉紧。好，然后把白色挪下来，蓝色压白色过洞，然后白色压蓝色过洞，这是第四个花瓣，蓝色压白色，蓝色压白色过洞。好，然后再白色压蓝色过洞。好，第五个花瓣完成，再第六个花瓣白色交叉，白色交叉蓝色过洞。好，这边一样齁，然后把它收起来，好，拉紧，收好，收好之后呢，我们再来做一个平解，一个平解，这是平解是由两次所结合成的哈，所以是一个平解，然后这些都要拉起，然后把花撑出来，好，拉紧，再下一个，这是一个平解，再来，接下来我们要做下一朵花。是浅蓝的，好，我们来做下一朵花。
好，我们编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做一个动作，就是要把这个尾段，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说我们的前段这个地方是八次的平结，那我们后段这边收尾，因为已经五朵花了，一二三四五，这边有八次平结五朵花，所以我们这边后段再加八次平结，接下来我们来编八次平结做这一段的收尾。好，八次平结哦，因为我们刚才就是前面是八次，所以后面也要八次，一二三四五，然后把它推一下，五六七八，好，八次平结结束之后啊，我们先把这个用不到的地方先修剪掉，剪掉它，然后烘烤。好，我们已经把这一段编织都完成了，接下来我们这个长尾巴我们要来做收尾动作，怎么收尾呢？编四股编的平结，好，我现在先把它固定哦。好，先固定，然后四股编，来复习一下四股编简单的复习法，我们把颜色区分出来，然后呢浅蓝自己交叉，好，再来深蓝自己交叉，交叉都要翻开哈，然后再来又浅蓝再自己交叉，浅蓝自己交叉，好，交叉完浅蓝呢交叉深蓝，好，这就是四股编的雏形。那这个现在轻是松松的编，为什么？我想让各位知道什么叫四股编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比较紧实的拉法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哦，浅蓝自己交叉，深蓝自己交叉，再浅蓝自己交叉，再深蓝交叉。好，来，浅蓝，深蓝，浅蓝，深蓝。这个作品呢，基本上我们会用到的是三种的编织法，一种是平结，那一种是单线平结，那另外一种就是秘鲁结。那我们编到这个尾段，很多人会问青说，诶，我们到底要编多长齁？其实就是将青给各位的线全部编到最后，像这样子几乎没办法编了，那我们就来做收尾动作。收尾怎么收？编到最后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自己交叉以后呢，就把它捏着，然后呢取一条比较长的绕两圈，绕完两圈呢，这个尾段，这条尾段先穿过我们绕的最后那一圈的那个线，好，然后再穿过第一个绕的那一条线，好，把它穿过去，那等于是说一条线总共会绕两个圈，一个圈两个圈，那我们要收尾要把它拉紧哦，因为你现在拉了紧，后续在使用的时候它才不会松脱哦，所以就是先把第一圈绕出来了先拉紧，再来把第二圈带过去，那带过去的时候呢，其实拉这条线尾就可以把它收紧了。好，那我再拉更紧一点。好，那拉紧之后啊，是不是感觉上这个其实这是秘鲁结的一个作用法哈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把它多余的线剪掉。那我们之前有提到过说，因为这花线编织线它本身是会融化的哈，它预热是融化的，所以我们各位就是把它用烘烤的方式把它烤到让它匀称，就是让它粘合，这样子的话呢它就不会松脱。 OK， 那这样子单线就完成了。那青有帮各位量过齁，这一条单线它大概是115公分这样子的一个单线。那这种东西我刚才有提到啊，我们要做两条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做两条，因为你做了两条你才能整合成一大条齁。那怎么个整合法？先青跟各位先提一下齁，这两条要让它一样长，要让它一样长。好，一样长之后呢，我们现在来整合了哦。好，自己先制成一圈，把它挑平整。好，那我们知道嘛，这个一定是对向的，它一定是这样，自己的制成一圈，然后呢下来到这里，这个是尾段嘛，尾段在这里。好，来看一下哦，
绕过去，成一个圈，成一个圈，然后这样子朝着尾巴朝着头的方向同时顺向，这种一种顺向法看起来视觉上是最棒的。那这条尾巴要留多长，其实见仁见智，你也可以说我不要留那么长，就是让好像没有那个尾巴一样也行。好，那就把它推下来。那另外一端呢一样哦，另外一端一样跟它做顺向动作。好，这样，然后呢顺向来，这样顺向下去，是不是这个尾端跟头是同向的，顺向。好，那一样就是把它收掉。好，透过这样的制作方法，我们这条背带就完成了哦。各位可以看得到哈，我们这条背带就完成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依照这个方式来做调节，双边都可以调。你透过这种双边调的调法呢，各位在背的时候，肩上这边承载的重量就会比较轻，因为你是双线嘛，承载的重量会比较轻。然后呢，在调整上呢，你可以有达到更好的调整效果哈，就比较不会您觉得在背这个背带的时候会有一点压力哈，它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那今天跟各位分享的这个呢，是属于长背带。长背带呢，实际上它的用途相当的广泛，你可以使用在您的手机上面做一个手机的挂环挂带，那也可以使用在您制作的小包包上面，因为您需要背带的时候啊，这种小背带是这种长背带超级好用，而且它有造型款齁，不管你用什么颜色，视觉上的效果都是相当的好。那透过编织这个动作呢，能够让您的手艺在外出的时候一目了然，大家都知道您是手作人。 OK， 好，那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作品呢就到此结束。欢迎对青频道有兴趣的朋友，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，更重要的是记得回来一起玩手作，拜拜。